Hey, Hải. Ăn ăn tả cho ăn.晚上好，早上又起来报道。Hello，关宏，Hello，子晨，Hello，姚令高白人，邱哲君汉。黄鱼，晚上好，谢谢北人送的数码相机。Hello，小猪，今天变好暖，超好睡。对啊，可恶，这2天都很好睡，我觉得。Hello，卡拉，谢谢君汉送的看好你哦。Hello，奶奶，Hello，真祥玉，你才不是真祥玉，你是假祥玉。Hello，柳晨，睡到自然醒是梦想呢。今天应该算睡到自然醒吧，我今天。Hello，条阿哥，Hello，马丁，Hello，月月。你应该一直都在睡，不是吗？才不是嘞，我才刚到家，才刚到家呢。今日は何食べたいのか。好想看恐怖实况，我不会一直尖叫。对了，好想打破气。讲完就答不出来，讨厌。要听什么好呢？听这个好了。Hello，本丸，谢谢本丸送的星之冠。Hello，小二，嘿哟，甜甜，这样是烈焰红唇的概念吗？才不是呢，是刚补好唇膏，所以它的颜色之深的，是可以抿掉啊，抿掉应该看起来比较自然。但我觉得红红的蛮好看的，还是有人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很红很好看，还是我自己觉得好看。Hello，李威。后来去补了花江丸返校党，真的入迷，太好笑了。Hello，牛肉丸，Hello，企鹅，谢谢本晚上爱你哟。打喷嚏会被西西剪影片，哈，好可怕。Hello，落日一笑。今天阿潘觉得很成熟，很好看，耶、听了好新的歌，对啊，我喜欢。我喜欢一季，这是他们的新歌，叫《Wanna Be》。红的不错看，真的吗？Hello，草莓酱。其实我皮肤比较偏黄，我觉得。阿胖，我现在人在台中，你帮我决定这几天去哪？台中吗？我想要去吃那个。我这两天看我一个我很喜欢的 YouTuber，然后他之前有去，就是那个台中的诚品楼下有一个甜点吃到饱，回转甜点是吃到饱的。然后我想要去吃，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去台中。一开口就要吃东西，我就喜欢吃东西。喜欢这个唇膏颜色，阿潘好看，谢谢小二。最近比较想涂这个唇膏，还是蛮喜欢这个唇膏。之前是因为涂这个唇膏，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是肤况的问题还是怎样，然后涂了之后会痒痒的，有点过敏反应。然后想要这2天再试试看，就最近肤况还不错。就是 mini concert 结束之后，花了好几天，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养皮肤吧。Hello，阿潘应该拍毕业照了吧？什么时候拍的？你是说学校的官方的那种，就是很正式的那种毕业照吗？还是说我自己拍的？我自己都还没有拍毕业照，我连学士服都没有准备，因为没有空啊，根本没有空出去拍。这个唇膏让你看起来很白，真的吗？谢谢小二。
Hello 泡芙大叔 ，Hello 豆芽，今天去剪了刘海，颜香婷，对对对，对就是颜香婷，听说很好吃。Hello 牛排 ，Hello Lucky Boy，Hello 富维 ，Hello 旅馆，甜甜感觉好赞，对啊，我想要吃吃看。Hello 秀秀 ，Hello 西西图图 Plus 还有阿凯。阿潘不是等大午，才没有等大午。很多种类的甜点，对啊，看起来很好吃。对对对，就是颜香婷，我想吃。叫巧克力，赶快带阿潘去台中啊！阿潘没有空啊，主要是没有空，而且也是在晴美绿道那边好近。对啊，那附近还蛮多景点的，我觉得。敲碗学士服生鞋，敲敲看。Hello 米酒 ，Hello 思源 ，Hello 阿华，阿华今天手机有电吗？想吃。Nano 最近很辛苦 ，Nano 现在也是前辈耶 ，Nano 前辈。这是现场吗？太好听。不愧是我推，好好听。有啊，今天只有看刚刚节目而已。刚刚好玩吗？我刚刚在外面吃饭，然后买了这个。我的画画，其实我这礼拜被砍到只剩一天班。哎，为什么我最近很多工作感觉都被砍班呢？我妈妈也是一直被砍班的，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她班越变越少。刚刚挺很自爆。怎么说？即将毕业还没拍毕业照吗？因为我朋友也都在。我直接重开，我直接重开，用好一点吗？我直接重开了，看得到吗？好像好了，真的吗？我直接重开了，我很聪明吧？问聪明，耶、yeah, ！目前好了，真是太聪明。Hello， 景庸，开花花，对啊，我去买了花花花，谢谢晚上的鲜花。那期待阿潘毕业照一定会很好看。我有拍那个，就是学校也是有帮我们拍那个学士服的沙龙照，然后还有一些团体照什么。可是我们班还蛮奇葩的，我们班就是我们班全班有快50个人，然后那时候拍毕业照大概只有不到20个人拍吧，所以那个。团体照人少到跟硕班一样少，超扯的，有点音画不同步。哎，马吉今天怎么回事啊？现在还是很卡吗？还是我要直接重开机啊？就是手机重开机之类的。你们看别的台有这个问题吗？今天？就是看是伺服器的问题还是我这边的问题，因为我这边其实现在是4G 满格，4G 加满格，声音顺，画面慢一点，错吧呢？慢点，蛮顺的，因为我把其他城市开播前也都关掉了，想说应该不太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动作慢一咪咪没关系，真的吗？想说刚开播没多久，如果要重来的话还是有救啦，还算可以聊，可以啦。那我今天就努力念那个留言，这样我延迟一波，你延迟一波，没事，我们自己看嘴型。读唇语啊，各位，
可能是浪的问题，所以我感呢，我们会读成语，你可以念十秒后的世界，预估十秒后大家会说，会一直叫叔叔，大家可以开始了。富裕台哪里？在想要怎么，就是用这一束东西，我想让它就是好看一点，可是还在想要怎么用。我买了薰衣草跟樱花，还有一些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我觉得蛮搭的。可以不要一脸正经的直接开枪好吗？欸嘿，阿潘大叔吗？才不是，因为这台里面有一个叔叔啊，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怎么会不知道这里有个叔叔呢？我觉得应该要先用这个。把它围在周围会比较漂亮，就是平均一点的感觉。我没有插花啊，天天。这里有插花高手吗？我这里有一个那个直播台，好像就是都在插花，可以救救我吗？这是真花吗？不是，这是假花哦。在呆手买，对，我就是个呆手客，刚刚才去完呆手。你各位在北车的人没有遇到我，真是可惜呢。现在应该也没什么人敢去北车吧？我都趁这种机会，然后去一些平常人很多的地方，哈哈，反其道而行，想不到吧？捧花可以丢给我吗？才不是捧花嘞！顺带一提，这一束花之后会出现在我的 IG 上，但至于是什么用途，我就先不剧透了，容我卖个关子，我怕去压到樱花会不好看，可是它这样会有点太，好想固定它位置，欸可以耶，它可以凹耶，哦太好了，哦吓死我，我以为这薰衣草不能凹，我只知道有舅舅唱歌，但好像没有舅舅插花。潘潘回来了，对啊，我回来了。来了，叔叔，有人说你香，嘿，这里叔叔很多是吗？怎么突然插起花来？因为我想说用一下，不是毕业花，就是要我在做道具，为了我的 IG。会让我的 IG 看起来更用心，就是更缤纷。错了。总之，这个是一个小道具，大概只出现了几秒钟吧。可是好难哦。不太会做造型的我，刚刚也是挑了很久，就是不知道该挑什么花放在一起才好看，没有那个概念吧？感觉太平均好奇怪啊！太平均了，没得这个，哈哈，太平均了吧？现在去一些台北排队名店都不用排，对啊，现在都不用排了。什么是排队名店？不知道呢。超开心的，就是最近路上人都很少。下面的叶子感觉也要整理，没这个心呢。等一下，想要拿那个，想要拿缎带把它包起来。之后应该也会用完，就是这个道具用完之后，应该也会把它放在房间里做装饰吧。但现阶段还是要想怎么包才好看，好奇怪，感觉太平均了啦，感觉太平均了。这样配色很好看，谢谢气哦。
什么害千古罪人。觉得有个很浪漫的剧情感，嘻嘻。这花很美，谢谢。大家为什么啊？谢谢小二送的韩式花束，那个花中间是红色，对啊。哦，这到底怎么用啊？我觉得太平均了，真的很不好看。可是我真的没有天分。就我，在座有没有人懂这个东西的？有没有人懂这个？救救我！救救我啊！我救我！我还没有园艺天分呢，很难会突然长个什么园艺天分吧？园艺系偶像吗？我技能点没有点到那里，怎么办？再好一点吗？近一点。薰衣草像它生长梗，要感觉要强调高度是吗？那要把它往上拉一点点吗？就是那就是樱花这整撮下去，这样呢？园艺系有像新人设吗？可能是哦。你看我之前用过圣诞树啊，感觉就很园艺系偶像，就是新人设。但这个人设可能要花还蛮多经费去叠出来的，要学园艺要花不少钱的感觉。再好一点吗？第一次听到插花这个名词，就是去上插花课然后中病毒的新闻，好尴尬，好微妙，对吧？微妙，可以让薰衣草穿出樱花丛中是吗？反过来吗？反过来感觉很微妙，我反而觉得好像其实在旁边就可以了。我刚弄那么久，然后我觉得在旁边最漂亮耶，尴尬，怎么办？什么枸杞？它不是枸杞，它不是枸杞，没礼貌。它怎么看都不像枸杞吧？什么枸杞？我反而觉得让它在旁边最好看。我刚刚用了那么久，然后我觉得这样最好看，好伤心啊！什么枸杞啊？我花了59元买了一束枸杞的意思，才不是枸杞的。我觉得不能一只一只的，就是感觉它可以圆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有种交叠在一起的感觉。等下叠过头了，好不受控，真的好不受控。园艺系偶像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困难，最大的挑战。感觉好像长脚哦，哪里有？要不然看看捧花长什么样子？那是樱花跟薰衣草吗？是的，就是只是单纯看了觉得配色很可以，然后就买了。对，对，就是看了配色漂亮，然后就买了。他买东西没有什么理由，好看，就脑抽就买了，耶、yeah ！好难哦。我觉得弄了这么久，然后感觉跟开头到现在就完全没有任何进展，根本没有任何进展。我刚刚看什么冬虫夏草，那才不是。阿胖下课辛苦了，回到起点，对，我回到起点，我用一秒钟回到起点。捧花哦，捧花长怎样？阿潘试试一只手拿一种花，你说这样吗？先从起点开始看吗？对啊，用半天才原本最好看。你说这样好看吗？你说分开看好看，然后凑在一起就不好看，尴尬喽！花不够多，再去多买一点。不行，我想，因为。我觉得这样就很单调啊，就是很单调，所以我就想说就是买这个。而且我是尤尼莎库拉耶，所以就想说就是刚刚看这个插在里面也蛮好看，就是把它交杂在里面，你们懂吗？刚刚原本是这个状态，就是随便放的状态，刚原本是这个随便放的状态。
무대 위에서 더욱 만개하는 소녀들의 매력 피에스타가 시작됩니다. 절정의 만개를 이룬 12명의 소녀들은 아이 저녁의 무대 바로 만나볼게요. 我换一个沙哑。一手拿一根很像日式曲鞋，才不是，其实随意的感觉不错。对啊，主副感差不多就很难有主角的感觉，樱花更大一把感觉不错，还是要薰衣草少一点啊，就是我剪掉了几根，像这样，少个两根。可是只要한번한번ぐらい原来是女巫的法器你就换几根고기试试，像这样呢，这好像还行耶，就是少几只，少几只薰衣草，薰衣草集中一点呢？你说全部拉回来吗？集中一点的话，難しいなこれ。感觉花略少一点，嗯，红色一株一株的叫什么？其实我不知道，嘿嘿嘿，看到漂亮就买了，難しいなこれ。你说这样很集中吗？像这样，就是一开始的样子，因为我觉得就是薰衣草这样一坨一坨的很奇怪，一坨在这边超怪。左手尖终于不会痛了，恭喜右心。其实这整数都是中药，才不是嘞 ！Hello， 师贤，其他拿一点点碎就好了，是拔花丛的感觉。你是说这样吗？你说这样吗？就是这样子。看你旁边，大家就不是看花，大家都是看我脸，因为我 Q， 谢谢。耶、yeah ，很难呢。我决定要用 Google 大神告诉我樱花花束，救我 Google 大神。真的有人拿樱花，然后是配那个哎，薰衣草，薰衣草。他喜欢我，他不喜欢我，种类太少 ，Google 应该救不了你。不，樱花，薰衣草。因为我只想要做小小的一束啊，就是可爱可爱的就好。我看薰衣草很多人是搭那个叫什么，这个是叫鼠尾草吧，还有满天星。因为我不想买真花，就是想要摆在，想要可以摆很久的，毕竟就是只是个小道具。
헤더쇼가나有这两种花塑胶花吗？你是说鼠尾草吗？应该是没有啦。阿胖，我先去录直播，有事直接叫我，先潜水去。好的。樱花跟薰衣草不是两种花吗？对啊，可是很少，好像很少人会这样子把它摆在一起。我只是觉得就是你们不觉得粉红色跟紫色很搭吗？没有逻辑，完全没有逻辑。什么拿葱？你们会有建设性一点吗？还是就这样？就这样。大呢？稍微整理一下。主要是樱花太少了，起码还要三株。我没有要很大树啊，就是我只是要小小树，就这样，就是放在旁边很可爱而已。南马铃薯怎样啦？我现在不能看嘴巴，光小眼齿我就笑出来，难的。为什么笑我？香菜我觉得不行，查了一下红色的叫火刺木，还真是中药。你说这个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啊，不知道，就它可爱，它就可爱，所以就买了，很搭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插在里面还蛮好看的。慢点点呢。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就是自己看得开心就好了吗？狂波 Fiesta 没有，他是那个 YouTube 自己会自动，就是他自动播放，可能因为我播到音乐节目版本，那他就会一直播各大音乐节目版本。其实这样一直捏着手还蛮酸的。最喜欢哪一套衣服？这首的，你说 Fiesta 吗？白西装吧，你们也知道我是西装控。只要看到西装就可以，就觉得很美。感觉我有点被压倒，樱花被压倒。没办法调位置吗？好像可以。我想到它的樱花就是很固定位置，我反而不好用。我这样用花，你们会不会很无聊？很无聊讲啊。可是因为我最近就要拍摄了，所以这个其实还蛮急的。
拍摄日快到了。好像还行，看起来蓬一点。大家都在等接捧花，那你西装这套真的帅，配鸭风更有种成熟感。你们都很喜欢看 IZONE 吗？标签得撕掉一下，等一下再用啊，因为我下面等一下还要绑缎带什么的。先处理好这个排序的问题吧。这样好像还行。我这个没有绑到，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在这。还行吗？这样。感觉这里好像很凸，凸凸的感觉，微调一下。它其实也才出现一两秒而已，这个东西应该也不会出现太久。嗯，这样好了，再把下面这个铲铲。它其实蛮多树叶的，等一下要怎么封起来？等一下会拿缎带，可是我也不记得自己还有没有剩下的缎带的，可能等一下再找一下，稍微翻翻找找一下，看找不找得到多的缎带，整理一下下面的树叶。我一直很想买各种假花装饰在家里，因为我很喜欢花，就是这种，就是没有很，就是比较低调一点的花吧。我喜欢低调一点的花，像满天星啊那种，或者是像樱花这样，就是小小的。加上去吗？剩最后一根了，搞不好可以加上去。这里感觉怪怪，调一下，感觉可以再加一次。然后用叶子把它挡住。感觉可以在这里，这样好了，可以吧？
好像可以啊，这样。哈哈，能开在头上啊，当然可以啊，但要等我到时候用完这个道具。很像白色的，我觉得白色的应该是蛮漂亮的。先用透明胶带做个简单的固定。我刚是，你们应该没看到，你们没看到吧？好，没事，也没看到。你们没看到，拜托告诉我你们没看到。你们没看到，你们没有看到。안녕卡기마啊，你卡机吗？不要这样，好好好，我用指甲。不要剪，不要剪，不要给我剪出来。可能要再用上面，可能要稍微贴上面一点点，小地方看出个性，不要，我用指甲来用啊，我用，不可以剪出来，我直接躲开，这样你们就剪不到。补档来的，不要，我只是懒得拿剪刀，我就懒。先做了初步的固定，像这样。我就懒，再来要绑缎带，我选了这个缎带，这个是我家里剩下的，就是我自己手做会剩下的素材，我来试试看好了。我也没绑过花，怎么绑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用，因为我是没有想要再另外用包装纸啦，就是感觉有点太搞纲，可是好像藏不住那个，应该是藏不住胶带。应该是要先，我觉得应该要先用胶带，就是先，就是要先缠一两圈，然后把这个透明胶带藏起来。对，自己讲自己对，超好笑。然后在这边贴个胶带，简单固定。对，又要撕胶带了，各位。但如果好看的纸也可以拿来包。我是没有打算包纸的。有什么纸可以用？
好像还好耶，就是没有特别想要用纸，就我觉得下面这样露出来其实也蛮好看的，用透明胶带先简单做固定，然后我再绕一圈，对，我绕了无数圈，因为我怕它松掉，然后再来要绑蝴蝶结，应该是绑蝴蝶结啦，大概吧。怎么绑来着？我直接忘记怎么打结，怎么打结？直接奔一波哎！然后通常就是为了要固定的景点，我通常是会绑两次，就是先绑两次结，然后再开始打蝴蝶结，习惯问题。再说一次，这今天做这个啊，主要是个人用途，然后会出现之后这束花会出现在我的 IG 上，但是就是出现在我的 IG 上是要拿来做什么，我就先不讲。就是容我卖个关子。我想绑那种什么双重蝴蝶结，但我没有绑过。家政课成绩一定很好。我有过家政课吗？有家政课这种东西吗？我好像有上过，又好像没上过。上过公益课，但没有上过家政课，好像。就想过长的。断带要怎么处理？那得等呢？高中的时候好像没有啊，我高中的时候没有上过家政课。我们学校很小，所以没有家政教室的。目前是这样啦，可是我在想要怎么用，就是多出来断带，因为多出蛮大一截的，可是我不想剪掉，因为之后这东西就会拆掉，就是这个断带我还是会拿来再重新使用。应该不只用在今天了，所以是没有想要剪断它啦。怎么办呢？用我的小脑袋，快动啊！我的小脑袋，还是可以重复使用，对啊，断带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还是我再绑一个，蝴蝶结试试看，就是双重蝴蝶结的概念。我没有试过，我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哦，而且现在断带是，就是它两边其实蛮不平均的，我等一下可能还要再。重绑一次，就是现在只是绑一个感觉，等一下重新再测量一次两边的平均，好像是可以办到的双蝴蝶结，
而且双蝴蝶结应该蛮快，这还蛮考验技术的。是可以的，双蝴蝶结，只是我想要拆掉一下，拆掉然后重新用一次好。用双层长度往回拉，用双层尾端长胶带内，诶，然后你拉得等呢？没关系，绑蝴蝶是一下子的事情。我量一下它的长度好了，但是这边就很不平均，一开始就先收层是可以，一开始就先多绕了几圈，反正一开始两边就没量好。平均一点，我现在是狂绕猛绕，看起来像被我缠了很多的绷带。没事，等下蝴蝶结把它藏起来，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你们其实可以猜猜看啊，就是我拿花束要做什么，就是你们觉得我会拿来用在什么地方上，拍什么样的影片会需要用到花呢？受伤很重的花，对啊，求婚是怎样送给雨露吗？你各位的想象力超强，各种脑洞大开，大家可以开始开脑洞了。我觉得我没有天分啊！我没有天分，我没有天分，没有天分。我没有天分。有办法在上面多打一个嘛？好怀疑自己哦，好怀疑自己。这样绕过去是哪里好多？好难哦！阿杰送给妮妮的，怎么都感觉像是要送人？你们都没有想过自用吗？搞不好不是要送人的啊，不一定是送人呐。好啦，我觉得这次其实也没什么关子好卖的，就是一样是跳舞，可是大家可以猜一下对象，
跟歌曲吧，我觉得。你们可以猜一下这两个东西，这应该就比较难猜了，就是什么歌跟合作对象。我觉得攀比花美，嘿嘿，真的就是 Gogi 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也是 V 加的吗？是 V 加的，但你要知道 V 加世界无限大，就是 V 加的歌真的多到一个爆炸。然后这首歌我也没有在直播里面放过，所以应该是不太好猜。是什么歌会需要用到一束花呢？可能要对试跳比较熟的人才会知道吧，我觉得。双蝴蝶结太难绑了吧，就是绑了第一个，绑了第二个之后第一个就垮了，超好笑。超炸，超好笑。我觉得我可以把第二个拆掉，我觉得还是绑一个就好了，超好笑。我觉得是绑一个就好了，绑两个好怪啊，世界怪。对象跟歌曲，对啊，没有啦，我是说一开始缎带就用双层，嗯，海尼，不的，我是手作笨蛋，我没有天分，我是直男，怎么会有天分呢？你要看到直男愿意做这些事情，是非常之感动的，令人感动。阿潘做这束花就是要出去浪的，阿潘做了一束可以让我合理出去浪的一朵花，一束花，让我合理出去浪，浪起来，没涉猎加一 ，V 加的歌真的是很无远弗届，就是你要猜其实蛮难猜的。越来越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奇花了，什么？绷带一开始就先对折，再开始绑，这样长度就少一把了。哪里？不懂。我觉得我没有天分。V 加歌曲有花束的歌太多，我放弃。哈哈哈。好难呢，我不会绑缎带啦，我不会。你需要图片资源吗？我觉得看了图我也不一定会，就是我是真的没有很会手做的人，就是我是要看影片才会的那种人。我觉得有点小抽象。到这边都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你们今天会不会无聊？就我一直在弄这个，还是我们猜跳舞的对象？好啊。哎，不行啦，不行不行，我比较希望你们猜歌。不行，你们不能猜对象。不要不要，你们不要猜对象。因为我跟上次一样，我预告片里面也不会出现对象，就是等到正片出来之后你们才会看到，跟上次的模式有一点点小类似。
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快要变成一个企划了，就是变成阿潘台的企划。什么是对折之后再拔？什么是对折？除了花还有什么提示吗？那首歌有点像在对话，什么是对折？目前知道是 V 加有滑鼠的歌，什么有滑鼠的歌是怎样？有滑鼠，你是不是打错字？你想要想花鼠对不对？然后变成花鼠了？什么是对折在吧？我突然陷入了中文的障碍，我要怒猜一定是这样，开始乱绑。开始乱绑，没错，就是这样乱绑，一定就是这样乱绑，没有错。我好像不小心成功了，我好像不小心误打误撞成功了呢，太好笑了吧！我这样成功了，太好笑了，太好笑了！等一下，我好像。误打误撞的成功了，我好像搬到本人说的那个什么对折在绑了，我好像不小心成功了，有点厉害啊！你是说这样吗？绑出来是像这样吗？我好像成功了，太好笑了吧！下次踩点带滑鼠，才不是滑鼠嘞，什么滑鼠？天之羽翼是偶像哎，哇，一点就通哦，哇，一点就通哎，哇，小天才是我，哇，小天才是我，可是他绑出来好歪哦，超难控制那种状态，超难控制，就是绑好之后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蝴蝶结。不是这样，好，就先这样吧，我不知道，先这样吧，看不太出来，因为是白的，看不出来，很正常，先这样吧，他看起来就像受伤了呢，我没有丢捧花，放心，这只是受伤了吧？对，他受伤了啦，对，他受伤了，不管就这样了，不然是要如法炮制，然后就是只是把它折短嘛。哦，我刚刚是折四折哎，所以应该是这样了哦。哦哦，阿潘感觉好像懂了什么，似懂非懂的。开始绑了一个超级无敌大蝴蝶结，我觉得不是这样，惊，史上最好笑，完了，完了，哪里？哪里过来？这样我出去浪一定不会成功，大家要帮助我啊，才能让我成功的出去浪啊！义务兵的概念，我比较适合去包扎啦，还有十字固定吧。不行，我不绑了，不管就这样了。我觉得还是等下播之后，等我妈救我好了。我觉得现在这样就很好看啦、啊，这样子四散的感觉很棒吧？对，我知道很棒，对，就是这样，不管了，它就是这样了，耶、yeah! ！哇，花你不能死啊！发生车祸的 Gogi。就跟你说，不是高级，是花花，是开花花，开花花，开花花。
将拍片吗？没有没有，还没有要拍片，还有救。我决定要下播之后叫我妈救我。有个好笑，拍拍宝贝，温柔优美，哇！帕梅鲁克拉鲁克拉里洛里巴潘，真好笑。Hello， 加哈 ，Hello， 哈哈 ，Hello， 又一帮，谢谢又一帮送的口罩。话说，你们不觉得我画的黑呀不画的很好吗？黑呀不，黑呀不，黑呀不。不觉得我画得很好吗？他妈舞台是怎样？突然一个眼睛很干。谢谢想去上的粉红叶，看到瞬间有声音。Hello 茄子 ，Hello 阿基拉桑 ，Hello 小叶。你跟面面居然想到同一颗橘子，啊？不是我先想到的吗？好像是我先po的吧？哎呀不，还有昨天睡前又看了几集，哈哈，可以找我，对啊 ，Hello 耶、yeah.。下来之后他也画，张同学画的有够强人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偶像不能做那个真的很丑啊，那个柳丁是国中的鬼，对对对对。哎，对了，我真的还没有问你们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们今天安排什么不一样？哎，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我今天就是我去整刘海了，然后还有别的，还有别的，我觉得你们应该是看不出来啦。上次张子仁下播之后有猜对耶，刘海不一样，对啊，刘海不一样。对对对，口红不一样，人平均聪明，感觉整刘海是的。Hello， 娇娇娇娇娇娇啊！完蛋，我刚念几个。Hello， 阿森，又史上最难问题，我要来跟你们讲，我今天的妆有一点点不一样。今天阿潘跟我中药房，感觉我才没有中药房，我在哪？说你在哪？我是谁？我在哪？今天感觉眼妆很素，对，哇，聪明，真的很聪明。你是谁？我在哪 ？Hello， 帮我，好可怕的问题，一定要密切注意安排。今天的眼妆呢，其实就是颜色跟平常上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其实从上次还是上上次就开始变了，就是最近的眼妆是橘色加酒红色，就是这一边就是打全体是打淡橘色，然后打双眼皮的部分是打酒红色，然后会在眼尾加很多的咖啡色，这里也是酒红色加咖啡色，然后今天在这里没有上任何的亮亮，就是只有上白色的眼影，打一层白白的眼影，而且我今天没有画腮红，真没有画腮红。刚刚说眼睛啦，赞。Hello， 哎呀呀，臭子男给我做，笔记跟不上了，这样很漂亮，谢谢君汉。就想说今天的妆想要走，就是稍微。寒风一点点，真未素颜的意思，对，真有一点点未素颜，一点点而已啦。然后今天的睫毛刷了那个，就是刷了肉肉送我的睫毛膏，加上自己原本的睫毛膏，所以今天的睫毛根本就是恨天高。今天的睫毛各种恨天高，你们看。
可是现在应该有点塌掉了，就是我觉得还用不习惯，它有点小塌掉。我把它夹翘一点，哎，我的指甲夹你。Right. 上次是看到睫毛觉得不同的巧思哦，对，上次是有特别刷下睫毛，最近很喜欢刷下睫毛，然后有一次不小心失手，然后刷太浓，然后被麻油说看起来很像 Gary， 就是很像辣妹。大概是涩谷109辣妹。哇，今天的睫毛真的是恨天高哎，超强的，就是刷了我自己的爱，就是某数字品牌，然后又刷了肉肉给我的那个叫什么啊，跟我的眼线是同一排，就花什么肌的。花什么什么鸡，这个大概是女生才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总之今天的睫毛是这么高的，很可怕。现在睫毛超级无敌长，超强的。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个真的很厉害，花雕鸡不是花雕鸡，什么花雕鸡？下来没洗。很像假掉，你才假掉。近看才真的看到睫毛，就是我把它夹翘之后，远远的也看得到。你们不觉得超明显吗？这个睫毛超强的，我以后都要夹这么翘。你各位花雕鸡都直男，什么花雕鸡泡面你？女犯优势，对，女犯优势，好傻眼哦。后来发现整体感都有点不同，可是当下不敢问，下次可以问问看啊。品涵羡慕的睫毛，这个睫毛超级无敌长，给你看，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哎，眼睛没有办法用完美手吧？眼睛用完美手听起来很猎奇。好，总之大家用心感受。很翘啊，这个很厉害，这个睫毛真的。很厉害，超长的，你们看侧面，它是这样，这么高，超级无敌长，超级无敌长。超长，超长。眼睛王牌手21世纪少年，好可怕、哦、大概只有贝卡斯可以做得到。来，让你们看看我的眼睛，看见了吗，各位 boys。好好笑、哦、无印的睫毛夹说效果超好、啊、真的真的真的很多人在推耶，连那个我们化妆老师也几乎好像每次都是用无印的，然后我还是用资生堂的啦，就是因为用了也没有觉得哪一排特别好用，所以就一直都用无印的，刷厚一点效果会比较好。其实已经刷蛮厚的了，侧面看出来真的长，但它这可以掉衣服，这已经是挂钩了、欸，超长，这已经挂钩等级嘞、欸！你各位看得出来我的睫毛现在是挂钩等级吗？不能再刷了啦，这再刷会很重哎、欸！我的天啊，这已经堪比假睫毛等级了，这已经堪比假睫毛等级的长度。真心不骗，这个跟假睫毛真的是已经有87%了。会怕夹到眼皮是正常吗？应该是正常的吧。可是我也蛮常夹到啦、啊，现在还是很常夹到，但就是也没差，就夹到啦、啊，夹到夹到呗。很能掉的部分这个吗？真的会不好卸？不会，我跟你讲，刷越长越好卸，因为你会很明显看出来，哎，我卸掉了，就是。卸掉瞬间会觉得，哎，我的睫毛呢？我的睫毛不见了，掉光光了。也可以撑起棉花棒，应该可以吧？舞台妆也能这样吗？应该可以吧？应该是这样的原理。对，卸掉对，哎，卸干净，卸干净。我的睫毛不见了，直接不见，就是会有一种睫毛全部断掉。
还可以再说，这是我的爱，这只是我的爱，对，然后就是我把品牌遮起来，但基本上你各位如果我在化妆的女生看到这一管，你就知道我用什么牌子了。只要看到你的睫毛就是有夹过吗？对对对对对，就是那天刷的很用力。这一支是我觉得目前买到可以刷最长的啦，然后浓的话是那个什么魔镜是最浓的，花雕鸡不是花雕鸡，花雕鸡那个是蔡依柔送，不是不对，那一台不叫花雕鸡，好烦哦，一直花雕鸡，好像还可以再刷长哎，现在是怎样恨天高吗？我觉得再刷上去会暴走哎，就是它的纤维会暴走。竟然还可以，好可怕！快，他已经强到快要碰到我的眼皮了，我的天啊！这是什么超长睫毛挑战吗？这个多长可以得到奖金？有人跟我比吗？好像没有哎，糟了。这什么挑战赛啊？应该有个101毫米。好长，好可怕，好可爱哟！見て，可爱，可爱，長すぎじゃないか。好可怕啊！我跟你比好啊。我们高中老师有人去接睫毛，就被同学说骆驼，骆驼。我比你短，这个真的是超长的。我跟你们说，这一支啊，就是厉害到连下睫毛都可以刷到，就是你看得到的程度。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下睫毛本来就已经长到蛮恶心的，所以我很少在刷下睫毛。原本就是下次有见面的机会，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我的下睫毛。如果你敢看我的眼睛的话，不要像 Happy Love 一样就是在发抖，没有来开玩笑，爱你哦。嗨，哪个司机？这长睫毛，我睫毛已经不能再长了好吗？你们看到这个下睫毛的长度吗？可爱的手，可爱，很快。应该只有握手会看得到，好，我不敢，我也会抖，自然的一把火箭炮，咦、欸，这个下睫毛可以刷超长的，可是那个花雕鸡不是花雕鸡，我是说那个花什么鸡，那个应该也可以刷蛮长的，只是没用过，我今天第一次用，有点纤维暴走的感觉现在。因为刷太长了，太可怕了吧，应该只有假睫毛能比这个长。对啊，因为他给我那根那个不是花雕鸡，那根不是花雕鸡，从今天开始那个睫毛膏就叫不是花雕鸡，就这个它叫不是花雕鸡，它真的被命名了，它叫不是花雕鸡。要放棉花棒吗？我房间没有棉花棒呢。我化妆其实很少在用棉花棒，因为很少沾到别的地方。我可以好奇接睫毛是拿什么去接吗？好像是拿头发去接哟，好像是。Hello， 李阳红干鸡，你们看这超可爱，它拔出来长在，超有趣的，超小一个，就是很像玩具。这个还有办法让我的睫毛更长吗？应该没办法吧，我觉得好可怕啊，这长长下去我觉得有点可怕。可是听说睫毛膏啊，好像那个就是什么魔镜的，听说那一排很难卸，所以我之前用过试用品之后就也再没有，就是没有再去买大瓶的来试，因为我怕卸不掉。你看，好长哦，好可怕哦，可爱，哪里过来？好像，等一下睫毛碰到刘海，对啊，现在睫毛在挑战可以多长？但其实蛮好玩的，有点刷上瘾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睫毛最难的就是很难刷到让它就是看起来根根分明。我记得 Mina 的那个睫毛也超级无敌长，但我还没有问过 Mina 怎么刷睫毛的，改天问问看。眼睛看起来好大，对啊，很可怕，很翘，对啊。就是刚刚那一只我的爱酱 YI9， 就是那一管睫毛膏啊，还蛮不会，就是不容易让睫毛塌下来，所以真的就是我的爱酱，每天都用那个，而且它其实还蛮根根分明的，就是很难刷成辣妹，不太会刷成辣妹。然后像这边现在就有点暴走，它就是已经暴走，已经好几个黏在一起，这就叫 Gadu Gadu。今天的妆比较浓，并没有今天的妆超级无敌淡的，跟平常比起来，是因为那个口红很浓，加上我现在在让自己的睫毛暴走。然后耳朵，我以前会加这个，就是我以前会跟着说会画内眼线，我现在都不画，就是尽量让自己的眼睛看起来就是比较亮一点，因为我觉得加内眼线就是看起来妆好像很浓。看得出来黏在一起，对吧？看得出来吧？它现在已经是好几个黏在一起，但是我也梳不开的那种状态，我已经不想理它了。就是要变成高级辣妹，就是像这样画上内眼线，就会变成超级无敌辣妹点妆。然后我等一下卸妆就会很崩溃，因为内眼线其实超难卸的。没有告诉你们，就是眼这种睫毛膏啊，眼线没有卸干净的话，隔天早上起来你的眼睛会有被黏住的感觉。就是这就是有画内眼线，这个就是没画内眼线，不觉得两边差很多吗？就是这边看起来像你塞摩诺，然后这边看起来就是很自然，看得出来吧，超明显的哦。所以我最近都喜欢像这种的，就是不画内眼线的妆，差很多，但是都好看。怕睁不开，就是会黏黏的，凉凉。差很多，但是都好看。Hello Lucky，Hello NDD，Hello 尾鱼，Hello 海海，感觉直播会吃妆，对呀、啊，不画比较自然，对啊，轮廓深了一些。我比较喜欢不画，就是不要画内眼线，看起来比较。透亮吗？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感觉这边会把光吃掉，直播会改变画质，是的。但是因为现在如果这边没有画的话，会看起来大小眼，所以我就把这边也补上，油油油油油。画那眼线就是一直在戳自己的眼皮，痛痛的。我有一次失败，然后就不小心戳到眼睛，就是眼线笔被你戳到眼睛，然后我原本以为会很痛，结果我发现没什么事，因为就是有点像油性笔戳到吧，然后我以为戳到的是眼球，就不是，戳到的是隐形眼镜。然后我那天戴的透明片，然后你就看到透明片上面有一个黑点，超好像很像眼睛里面长痣。我眼睛长痣啊，以后去当化妆师不要。眼睛长痣就是眼白的地方，然后突然有一点黑点，你知道吗？我眼睛长痣啊，手工放大片。我以后拿透明片下来，然后自己画一圈黑的，然后再戴上去就变放大片。我现在是戴透明片哟，平常不太戴放大片的，就是看起来比较自然，这样会有蚊子一直飞来飞去。而且我其实觉得就是画内眼线有时候不舒服，就是也是会凉凉的，眼皮是会凉凉的。这样看东西不会像飞蚊症吗？会啊，所以我把那个拔下来丢掉了，就换了一片透明片，虽然很浪费，可是没办法、啊，
我总不可能拿卸妆液去泡那个卸妆液，然后拿去泡隐形眼镜。卸妆，我隐形眼镜，你给我卸妆。茄子，你为什么被红烧了？我没有红烧你啊，茄子。自己画感觉好猎奇，对啊，超恶心的感觉，就超恶心。省钱偶像不是这样子的。这就是超级无敌浓眼妆，就长这样。可是其实好像还可以再更浓啦，就是我只是把我的眼线跟睫毛膏画得很浓，可是眼影什么就还是都淡淡的。省钱好处就是不用担心吃土，没错。Hello 嘉阳 ，Hello 黑雕。Hello 米手，我有点想忘记今天原本要做什么，差不多就是好啦。太浓等等不好卸，对啊，会很难卸，就是要卸很久。我每次卸妆都比化妆还久，超久。滑鼠不是滑鼠，我不懂妆，反正好看就是好妆。耶、yeah, ！我是天生丽质，所以化什么妆都是好妆。自己讲，被反直男话题立场直接排除了。哎、欸，等一下，我要看那个，我按到吗？我按到吗？你是天生丽质，我同意。谢谢君汉，早就在吃了，每天靠。白吐司过日子，白吐司也是很好吃的。其实我蛮喜欢吃白吐司的，可是现在减肥就很少吃面包。然后我才在说前一秒说减肥，然后下一秒就要跟你们说我要来开箱这两天在超商上市的新的饮料，不知道好不好喝。哎、欸，我是买奶绿啦，因为我很喜欢喝奶绿。不知道好不好喝啊？还有一个奶茶。话说，我这两天对，就是你们都不喜欢我买2罐59的，对，我又买了2罐59的指甲油，你们看，奶茶色很可爱，奶茶色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我买了两个颜色，2罐59啊，很可爱，不觉得很可爱吗？很可爱，很可爱，超可爱，超可爱的，好不好？很可爱。上次握手会就觉得这同学的指甲很可爱，谢谢。冰奶茶还便宜好吗？对啊，2罐59，比我手上这罐奶绿还要便宜哦。这边大部分不喜欢奶茶色嘛，我喜欢奶茶色，这也是很好看，对吧？指甲油不是少用一点比较好吗？我很少涂指甲，就是，距离上次已经一个礼拜了吧，已经休息一个礼拜了。因为我通常我不会特别去卸它，就是让它自己掉下来，就是那个指甲油这种东西，反而是等它自己掉下来比较不伤指甲，因为。就是它也不会说真的很咬指甲什么的，而且就是反正它会自己自然掉，你不要硬去抠它，它就不会伤到指甲。便宜的很伤，不会啦，我告诉你们，我指甲超健康的，放心，我是指甲很健康的那种小朋友。就是有些人会擦指甲，然后擦到之后指甲会泛黄，或者是就是看起来干燥什么，可是我是还好。就是我的指甲是卸掉之后，就是也都是亮亮的那样。我可以帮忙画眼，不用啦，没事。
很难形容味道，我决定拿给饮料达人喝一口看看，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喝。我觉得不行。刚刚拿给隔壁间的爸爸妈妈喝，不能只有我喝到。他们就是我刚刚不是露出微妙的表情，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我刚拿去给我爸妈喝，然后他们也跟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反正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再买，应该不会买这个瓶，因为浪费钱感觉。很化工吗？不是，就是他们说好怀疑人生哦，就是。不是奶绿的奶绿，我喝不到奶绿的味道。就是好啦，就是硬要猜的话，我感受得到它可能有泡很淡的茶，然后加上一点奶精，就是感觉像奶精加很淡的绿茶，然后加了很多的水，然后没了。跟糖，所以喝起来就是糖水，你知道吗？就是也没有什么茶味，就是糖水。因为我喝不到奶啊，感觉不到奶，有微微的那种，就是早餐店奶茶那种奶精的味道，可是就是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所以我刚才喝那么多口啊，因为我想说，等下是我喝太急了吗？就是为什么感觉好像没什么味道？是真的，它是真的没有味道。好了，我觉得你们可以不用买，对，我也没有要说它是什么牌子，就是我没有什么业配嫌疑，总之就是我觉得不行，又是个特价的受害者，我觉得先不要，等下来踩雷。顺带一提，我喜欢喝的奶绿是像那种就是那种那叫什么焙茶烤奶还是叫焙茶烤奶，烘焙的焙吧。所以应该叫焙茶烤奶，我喜欢喝的是像那种焙茶烤奶那种，就是发酵过的茶，我比较喜欢喝发酵过的茶跟烘焙过的茶，所以就是，怎么说？可是它的味道也没有比玉什么圆还重，就是它的茶味真的淡到一个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加茶这样。我想知道是哪个那么雷，也是没有到雷啦，是可以喝的东西，不会到难喝。难喝的话，我可能会直接丢掉。难喝的话，我应该是喝不下去。然后，我觉得它是可以喝的东西，可是就是你不会觉得它是奶绿这样。奶精是个非常不健康的东西，还是少碰。对啊，所以我都喝鲜奶居多，我都喝鲜奶居多，越说越好奇了。我都直接喝天然的茶，我很喜欢喝天然的茶，可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喝不出来有茶这样，什么都不加比较健康，感觉比早餐店的奶茶还不如，我觉得像早餐店奶茶加水，
总之我觉得先不要。好微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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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微妙。日式绿茶，日式绿茶很好喝，我觉得。因为我喜欢喝茶，你们知道，就是你们之前也看过我泡包种茶之类，我是会喝纯茶叶的人，所以就是我喝不到茶，那可能难，真的很难。业配一下，我觉得什么绝对领域飞镖吧？什么是绝对领域飞镖吧？我没有看过，不要踩雷。听起来很淡，对，就是很淡的，是真的很淡的。啊，好尴尬哦！害我突然好尴尬哦，可恶！这饮料害我很尴尬。下次去你家泡茶，来泡茶。你还是喝健康的，对它，可是它的成分看起来是真的是挺健康的。哦，难怪。可是它有生乳诶，哦，奶粉哦，难怪它的成分是水、蔗糖、绿茶萃取液，难怪我觉得它的绿茶很不绿茶。然后奶粉、绿茶粉跟生乳没了，就是它其实是很天然。我刚刚原本就是冲着它天然这一点买，可是没有想到它的茶味如此之淡，就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茶味很淡的茶，就我可以接受奶很不奶，但我没有办法接受茶很不茶这件事情。你要是天然的关系也不是啊，就是对天然就没味道，就是太没味道，太夸张了啦。便宜的通常都是奶粉，对啊，喝得出来是奶粉。就是它没有茶味，就是我现在吞下去的时候也不觉得嘴巴里面有茶味。对，就是没有茶味。我还是会把它喝完了。我还是会把它喝完，就是把它当糖水喝完。可是阿潘平常就是，我好像讲过，就是我喝饮料都是喝微糖，不然就是无糖，所以这个其实有点超出我的范围。茶叶回冲四次的感觉吗？这应该第五次，这应该五冲，这应该是五冲的味道，因为之前去喝过人家现泡那个包种，它到四冲都还蛮有味道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包种本身就乌龙嘛，乌龙味道本来就比较浓，可是就是对，好，就这样吧。花生瓜子准备好，太惨了吧，超商二十五的都有茶味，没有，超商二十五的那种茶味都很化工味，不太喜欢。好，洗衣服我都直接扔了，可是有的茶就是真的到五冲都还是香的，就是它至少还有一种甘甜味存在。茶叶也要看，对啊，也是要看茶叶，有的冲两冲都没味道，看什么茶啦。现萃茶 ,7 在卖的茶我喝过，但我那个我也没有很喜欢。我喜欢田仁明茶的乌龙茶。我家有很多那个茶包，因为我之前有去参观那个茶厂，然后那时候拿到了蛮多他们家的茶包，可是因为我本身没有很喜欢喝乌龙，就是比较喝不惯，我通常都会自己再买鲜奶，就之前自己在外面住的话会自己再买鲜奶，然后回来配乌龙，这样就是混在一起。大二学茶叶课，西西你有修过茶叶课？我也修过茶叶课，这么巧。我宿舍附近有开一间手摇店，那是真的蛮好喝的，可是就是价格比较贵，价格比较高一点。有亲戚在卖茶，在南投的某个山上，我阿公以前就卖茶的啊。我有很多厂商给的茶包倒是真的，就真的，可是我觉得茶包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泡茶，然后现在是还好，因为就是发现茶还蛮容易让牙齿染色，所以就少喝茶，因为茶本来就是刺激性物质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刚刚刚那个先不要买了，先不要。还有国宾很认真修老师却给我低空飞过分数的茶叶课，他给我很高分欸，因为我好像表现的还行。现在茶不便宜，对啊，现在茶都不便宜，因为还要讲求有机，没有农药，有机这样就会比较贵。然后我想唱歌，可是我想不到唱什么歌。喂，是我的爱歌。爱的歌，的歌，可妈妈，那个真的 ，Happy Love， 快逃啊！你个真狗妈妈！那来首台语歌，难得难得，为什么台语歌？什么样的一个情绪转折？卢卡榜一，要不要快逃？祥玉快逃啊！各位祥玉们快逃！好啦，开玩笑。现在徽章送的医用口罩，祥玉涂白沫，祥玉阿弥陀。等一下，所有祥玉们都进来了。卢卡今天唱演歌，我不行，我觉得好厉害。今日も可愛いね、ありがとう，優しい，優しいな。觉得阿胖的声音唱台语歌一定很好听呢，是吗？是要唱什么台语歌？什么声音？什么歌？哈哈哈，发红包，你发，不行，太好笑了，我的爆笑，赔罪的概念吗？没事，爱你哦，他们心里还是爱你的哦，大概，贿赂，大家给过吗？祥玉，大家这样要给祥玉过吗？我快笑死。为什么每次都觉得阿潘你很粉红？因为我现在是有你 Sakura， 我每次讲 Sakura 的音调都不一样啊，为什么？大概给过是这样吗？他说他丢红包给 Luka 家，祥玉你又被卖了，祥玉。我什么都没讲，一包不给过。我大概30浪花就可以收买那你。谢快乐爱的赎罪，但月月觉得不行。你讲心来无疆吗？等一下，大家不要欺负祥玉，他已经很挫折了，知道吗？有个好笑。可是我不会唱心来无疆，我放了有什么用啊？有什么？什么歌可以唱？我想想哦，好，我随便放个什么歌来唱好了。好像很久没有听中文歌了。我没抢到，卢卡没有抢到，大家丢红包。卢卡说他没有抢到，我们要照顾后辈，丢红包了，大家。丢起来！快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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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想要不要再丢一包？真的丢了我！你的尊严，亲爱。不是你，各位抢完红包之后要丢出来。Hello， 实在 Hello， 大家抢到红包之后是怎样 ？Hello。丢出来！谢谢志伟送的告白气球。可以真好，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我的梦碎过却不会忘，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情节有多坏都不肯醒来，我爱他
跌跌撞撞到绝我。我觉得刚刚喝了奇怪奶绿朱砂太卡痰了。属于这个地方最初的天堂，最终的荒唐。哎，为什么突然唱这么悲伤的歌啊？不行，不接受，我还是要唱可爱点的歌。不行，我可是尤尼莎库拉，有奇怪的坚持。我知道了，今天还没唱这个。什么都要怪奶绿，都是奶绿的问题。结果等一下就进来一个观众叫奶绿，我直接得罪他，我跟他猜。You and me, only you and me, 见面就笑嘻嘻。对不起奶绿，对不起，我不是针对你，我是就是刚刚喝到不好喝的奶绿，不是你的锅。天成中你不知道，你是真的吗？笑嘻嘻，好完了，什么 Andy 你不要改成奶绿，先不要，不是。真的奶绿进来了，等一下，太多奶绿，你们是全部都是赶奶绿是不是？不要闹哦，不是这样。我只是过来拿奖励的哦，其实一进来就被霸凌。太多奶绿吧，等一下几个奶绿，好可怕，奶绿之乱，要的要的，原来西西还在。你好，我是新来观众，你才不是，你是阿六，我一个拆穿。Hello， 小二，谢谢，这样难怪会被霸凌。哎，结果我只会唱开头那两句，怎么办？我一定要多学个几句才可以欢迎西西。我不会唱哎，糟了，奶绿自己去编号一下好不好？奶绿之乱，我是永远奶绿，奶绿会伤，嘿，奶绿会伤。嗨奶绿，嗨奶绿，嗨奶绿，我是菜奶，嗨嗨奶绿，嗨祥玉爱喝奶绿，嗨奶绿，嗨奶绿，哎，现在 Luca 一个被吓跑， Luca 应该不在吧？ Luca 这个直接被各位奶绿吓跑。Hello 中年大叔，小猪也要变奶绿了吗？装奶绿你好，等一下啊，你是另一个不好喝的奶绿，不好喝奶绿是谁？怎么办？奶绿王国，奶绿，我从明天开始，我粉丝名变奶绿。我不会唱哎，糟了！来领之前的奖励啊！对耶，西西的奖励完全忘记，我还在奶绿，恰恰恰，一人爱喝奶绿，仙草冻奶绿的，太淡的奶绿。好奇怪，奶绿羊奶绿茶。Hello， 奇月，香菜口味奶绿先不要，一进来就口好渴。无糖奶绿、兔奶绿、奶绿，擦擦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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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的回忆，怕痛你。我只能看字幕唱。太小心，恰恰恰，咖喱奶绿是怎么回事？好恶心哦！要的要的，奶绿中的尾鱼，要的要的，可爱。哈，祥玉请我喝奶绿，我已经不知道你们是谁了。奶绿们，嗨嗨，奶绿，这里是五十岚吗？不是，这里是我不知道这里是 Coco 吗？手摇杯奶绿，哇，我名字是真的是哦，真的吗？艾元真的爱喝奶绿吗？还有榛果奶绿，米酒米酒，你可以改成米酒奶绿，听起来蛮容易醉的。这里是饮料台吗？这里是香菜奶绿专卖店，才不是香菜奶绿，才不是香菜奶绿，香菜奶绿是什么东西啊？
等一下，我很久没有听滑板鞋了。我昨天好像听到什么摩擦，然后我突然就一个摩擦，不行，今天也要听滑板鞋。太久没有听滑板鞋，阿胖台怎么可以没有滑板鞋？大家就是要边喝奶绿边滑滑板鞋，知道吗？那我不就吸奶绿？很好，喝奶绿，喝奶绿，摩擦，摩擦。Hello， 蕾蕾。奶绿的绿，香菜绿才不是。Hello， 吉娜，阿潘台怎么可以没有奶绿？喝奶绿，我有事，魔鬼的步伐。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买了杯奶绿。就很在喝奶绿啊，我是新奶绿粉丝，大家现在都叫奶绿。明天开始，我 NG 军团直接变成奶绿军团，改名啊。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我越来越会唱，有个好笑。也一双滑板鞋，与木灯之上。我还是不会唱，还是不会唱。滑板鞋奶绿，嗨，放弃认人没关系，你只要知道大家都只会叫你塞塞。我还是不会唱，糟了。我一定要想办法学会这首歌。我宕机。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对着光滑的地上摩擦。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天黑都不怕，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爪牙，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摩擦摩擦，我，我太快进歌了，有个好笑。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怎样？是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是怎样？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是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拍子都有对到，是不是？这主播是不是喝太多奶绿？对，喝完那罐奶绿之后就坏掉了，大家不要太在意哦吼。是奶绿的步伐，是奶绿的步伐，我努力的学。我来放达拉崩吧。我哪一天如果真的会唱达拉蹦吧就省了，我以后才艺就是唱达拉蹦吧。我跟旁边跟有奶绿，喝奶绿啊，大家大家喝奶绿了知道吗？喝了奶绿之后就跟阿潘一样看哦。奶绿在饮料界是为所欲为的，只泡喝奶绿，哈密瓜奶绿。Hello 陈阿潘车在看我在喝什么，答案是奶绿啦。彩虹奶绿，我要请一云少喝奶绿，不然面这样耶。这才公然各种公然放毒，赞赏一位饮料界我只服奶绿，大家懂不懂奶绿有多强？就是这样，我很努力的想要，我刚刚试着看，就是看着字幕唱歌，但我发现没办法，我看不懂字幕的字是什么。绿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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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根本没差啊。刚进来的应该傻眼，对啊，我各种
各种奶绿，这台马甲直接变成奶绿。我上次是不是我把前三名写下来？我刚放去哪了？找到了！啊，对，我要先画给西西。西西说要我自由发挥，怎么办？自由发挥要怎么办？我知道了，就是拿着奶绿，拿着奶绿的阿拍，奶绿赞。我研究一下怎么申请退了吗？不可以退了。西西直接傻眼嘞！西西用西西的奖励，然后来画这种奇怪的东西。扛起来，扛起来，阿潘扛起来。不行不行，他不要放，不可以放这么不嗨的歌。我就是这台，就是只能放嗨歌，就像这样。大平林站原来可以推了吗？什么大平林站可以推了吗？哪里来的什么奇怪的都市传说？这多久了？不能看我好欺负是这样，我没有欺负你，我是画阿潘拿奶绿，又不是画西西。想玉玩点名一样，等一下，你们有固定时间点名的吗？什么想玉的世界原来竞争力这么强吗？还需要玩点名耶，天哪，当想玉也是不简单耶。各位要当想玉之前还要先做好心理准备，每天都要点名呢。对漱口水，什么漱口水没有啊？奶绿赞，奶绿赞，天脸，对漱口水不是，就太热的，它是奶绿，我是拿绿色的笔画，我能怎么办？等一下，哇！想玉复制人全部都讲一样的话，好可怕！我以为实验药水，不是，才不是。我还含氟漱口水，才不是嘞！
这荧光剂擦很多。好啦，奶绿口味漱口水，我涂奶绿，你值得拥有奶绿赞。没有遮脸，没有金水准，给60分。我又没有遮脸，这是阿潘，这不是西西，不一样，不一样。谢谢西西送的眼睛烟上重点，奶绿要变成奶绿小女警吗？不要把炸 NC 当奶绿冒充了，这才不是 NC。 奶绿，等一下，你是奶绿不是奶绿耶，我看到一个间谍，现在奶绿送的刚好你哦，真相在实验室，才不是。漱口30秒就可以吐掉，不然会太呛哦，就像阿胖一样，阿胖刚不小心把漱口水喝下去，所以就这么呛了哟。好傻眼哦，花斑奶绿狼，我说爱希望跟奶绿配上 X 原料就可以变成奶绿小女警啊。我发明了奶绿药水来治疗大家，还配上白袍，这是我要画今天穿的粉红色外套，但我画不出来好吗？不可以这样。他在演什么？我不知道。除草剂，越讲越歪了。他是奶绿，他是奶绿，我要帮他写奶绿，气死我。他是奶绿，哦，不是，这是绿色饼。奶绿，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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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绿。奶绿吗？他是奶绿，我在里面吗？奶绿中尾鱼在里面，尾鱼在里面，不是喝了就变成 M3 才不是嘞，明明就是魔物猎人里的药水，好像蛮像的。我错过了啥？ Miso 现在这里是奶绿之乱，奶绿之乱就是大家各种奶绿，因为我刚刚喝了奶绿之后就呛掉了。我才刚买一双立顿奶绿，虽然真的好喝，我觉得那个蛮好喝的，那感觉是漱口水，不是奶绿香芋，刚好押韵，真的在奶绿香芋哟。我反而奶绿香芋是什么称号？大家都奶绿，我认不出来，没关系，我也认不出来。阿华，那你就要不一样啊，你是阿华田，你就要与众不同，你就阿华田。这不是解毒药水，不是。好笑啊！等你试毒，米索可以变成味增奶绿，我快笑死！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去手摇店的老板，我要等奶。现在奶绿的瓶子装奇怪的药水，我就骗你啊！我就很好分辨啊，富维奶绿，富维奶绿不知道什么口味。只剩我是可以喝的了，这明明就是香菜奶绿，才不是，还蛮像什么毒气瓶，那么好一杯响玉，不是一杯奶绿，是一杯响玉，好可怕哦，响玉觉得害怕，你要把它，就是要把它榨汁然后丢进去吗？可以不要吗？一个响玉可以做几杯奶绿，好可怕哦。Hello， 小易，化学药物还是改香菜拿铁？先不要好吗？先不要，嗨，那么再来，我把奶绿消除了，奶绿再见，再见。今天份的奶绿已经够了，等一下那一杯我还没喝完呢，然后我再喝一下，然后回去那个呛模式，我再喝一口，看我会不会再回去继续呛。喝一下，呛一下，蓝绿再见，香芋也再见，不要好吗？不行吗？可是还是要喝完，不可以浪费食物啊。赞呢，好险瓶盖没有再来一杯，很纯 ，JJP 很纯。
有个好笑，这杯享誉好喝吗？这不是享誉。嗯，好好笑哦。来画画，没有再来一杯这样子，不要来再理性饮奶绿提，理性饮奶绿，那瓶奶绿应该是新农卖的，有点可怕。原来对他有 DC 的，不是，哎，不是 DC， 是 CD， 这样他是 CD。 哎，不对，我开这个干嘛？不是这个啦，哦，果然是腔调了。哎，都，哎，上次的第三名是，我写这个是什么？第二名写了一个我看不懂的字，这是什么？啊，我知道了，我看懂了，我看懂了。果然记得笔记只有自己看得懂。可以帮我在奶绿里面加一点银杏吗？谢谢。今天第三，不是上一次的第三，上一次的第三名是张水水写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写这样，我写这样。不是，我刚刚是这样。然后我知道这个是张水水，然后我知道这个是朱里恩，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刚刚这是勾勾吗？还是什么？还是勒？还是西？什么东西？我直接不知道这是什么语言，超好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哦，然后后来发现，哦，它是 love， 它是 L。对不起，今天奶绿真的喝太多。哦，好笑啊！但是我怕你扛，没事。原来是 L。只有自己看得懂，原来是享誉的奶绿，不行，是奶绿不行。我就醉了，恭喜你中奖！哦，是啊，贵仔送我真情告白。哎，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大头贴，还真不知道你是阿贵仔，快笑死！感觉真的很纯粹。最后一口不要，恭喜你中奖，再来一杯奶绿，谢谢您。我刚刚真的以为他中奖，我快笑死。你是谁啦？我看不出来啦。黑皮绿。然后，哎，等一下怎么办？张水水要画什么？突然想不起来，我想起来了。哦，我笑得好累哦，不好意思，笑得好累哦。怎么办？脑袋有点缺氧。我觉得张水水希望我画的东西，应该是因为昨天看到我的 IG 之后，突然一个突发奇想。他希望我画的是那个，就是阿潘，然后手上拿着一颗 apple， hey apple， hey apple， can you hear me apple， hey apple， can you do that？ 这，没事，不好意思。奶绿真的也很纯 ，JP 奶绿真的也很纯。这奶绿真的怪怪的，不行，等这次药效过了就不喝了。呛掉了，超凡橘子，突然看到我昨天的那个 In Orange 就变成那样了。本来想请阿潘接力，什么阿潘接力呢你？
常正常的歌也怎么会这样？有没有不正常的歌可以推荐我？我说除了烤面筋以外的，到底是多讨厌烤面筋，笑死！我知道了，就是这个，不行，今天没有要听正常的歌的意思。不正经吗？很正经啊，没事。我真的很想跳这首啊，就是很嗨。话说我们的橘子之乱到底烧到哪里去啊？我们的橘子之乱越烧越远嘞，超可怕的。我昨天要点人之前，我还想说到底谁还没有画，谁还没有画，然后我还一个一个去看那个，就是我们的馆长不是，该怎么讲？总之我就是去看了我的追踪列表里面，然后我就在查，我就想说到底还有谁没有被点过啊？然后我就看谁还没有po过现实动态，不管就是这几个人了。你们觉得谁画的最好笑？就是昨天的橘子。觉得谁画的最好？忘记沉到哪边变小小兵？小小兵是怎样？什么东西？本来就是本家来的，真的假的？从哪里啊？烧到别国去了？哪里？真的假的？在练我们的画芒果，画芒果。从谁开始的、啊？昨天橘子，今天小鸭，哎，真的，小鸭，从哪里开始的、啊？超好笑的，就是我昨天其实很少滑手机，就我也忘记我昨天在干嘛，然后就都没有滑手机，然后就一打开 IG， 我想说今天怎么了？为什么全世界都在 po 现实动态？然后打开之后就发现怎么全部是橘子啦。想说是怎么回事，结果默默就被点到了，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呢，这个时间了，因为昨天被怡真点到是还蛮晚的，就那时候已经好像已经晚上还蛮晚的吧，我记得11点多吧，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这么晚了然后还要 po 我吗，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还是问一下姐姐，就画好然后就先问，就是先试探性问问看，我想说怕姐姐已经睡了去吵到她，然后结果我就问说姐姐不好意思我想发这个可以吗，然后我还跟她讲说不好意思这晚还让姐姐看，就是今天不知道第 N 颗的橘子，然后就她竟然秒回跟我说可以发哟，然后我就超傻眼，姐姐昨天被全世界骚扰，姐姐昨天看了无数颗的那个，无数颗的橘子。结果今天连馆长都在画橘子，我觉得超好笑。一醒来之后发现连馆长都在画橘子，怎么回事啊？
差点就出事了。因为庄主说这个好像是要拿来当大头贴的，所以我想说话的认真一点。然后龟毛一点好了。我把苹果画得有点像番茄，但不要太在意。我就画得很像番茄。牛番茄是怎样？看得出来苹果真的吗？耶、yeah ！哎，当当开门秀，嘿呀不！我不知道橘色画肤色会不会很怪，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以再上色一下，如果不会怪的话好像还行耶，就是看起来皮肤有点黑而已。My God， 直接一秒放弃。 My God，擦得掉吗？擦得掉吗？擦得掉吗？嘿，可以耶，やった！あげられました。太直了，对啊，やった。嗨，还是这样就好了。只上阴影处应该还行吧，可是脸上阴影处，我刚刚就想说要不要上阴影处，但我觉得看起来有点糟糕。总之就是这样啊。嘿，下面是 orange 吗？不是，下面不是 orange。嘿 ，banana， 你是焦焦焦对不对？我懒得讲后面那一大堆焦，总之你是焦对不对？好好看，我也好想要拍漫画。这边是每次就是直播的前三名，就是可以指定我要画什么画哟。但也很常会有前三名把图让出去给其他朋友的情况。嗨，给你大图截图一波。嗯，够大一个吗？这样。嗨，ありがとう。对吧，下一位是 Happy 了，祥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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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画什么？甜甜圈吗？祥玉希望我画什么？哎，不是啊，我以前都是叫他快乐，我现在叫祥玉都觉得很不习惯，其实我觉得蛮不习惯的，
我还是叫你快乐爱就好，不然叫祥玉都不知道在叫哪一个、啊。今天是叫是不知道是在叫青苹果还是在叫罐头，超好笑。找哪一个祥玉？今天你想找哪一个祥玉？多吉，今夜選ぶのはどっち？甜甜圈他在吐血吧，快乐的甜甜圈，发扬光大的甜甜圈，走我们。阿凡，我今天晚上一直都在这，没事。快乐爱奶绿，祥玉听得很开心，是吗？谁叫本尊祥玉吗？他今天阿凡台也看得到刘家，对啊。祥玉变银杏奶绿，银杏奶绿怎样 ？Andy 把名字换回来了，所以希望我画什么？阿潘上排名了吗？我这样可以要画图吗？哦，阿潘要，哎，等一下，55分嘞。那我先念排名哦，我先念排名哦，不然等一下会来不及。要念本场榜由他看本日年，好，我看本日。中间断了一次，好，我先，好，那我来念了。今天的第15名是惠香香菜奶绿，惠香，谢谢惠香，谢谢惠香。第14名是 CKU， 谢谢 CKU，CKU 奶绿是哪一种口味 ？CKU 奶绿。哎、欸，听起来蛮像一回事的，就是很像有这个品牌 CKU 奶绿，这 CKU。再来第13名是阿贵仔傻逼奶绿，傻 X 奶绿怎么回事？你是里面有加那个吗 ？X 物质，就是喝下去会是那个，喝下去就会变成飞天小女警那个傻 X 奶绿。然后再来第12名是泪，完全没有变成奶绿的意思。谢谢雷姨，阿凡主播辛苦。好的，礼物版好奶绿，对啊，全部都是奶绿，便利商店找不到奶绿。再来第11名是 UIPO， 谢谢 UIPO， 又跑来看我，先去睡了，晚安泽公。再来第10名是 Martin， 为什么没有变成奶绿 ？Martin 快变成奶绿啊 ，Martin！再来第9名是奶露，我看得出来你是谁，你是叔叔，对，叔叔。到底为什么有教授要在地下室合成小女孩？听起来超糟糕的。所以第15名是谁？今天第15名是惠香啊，是惠香。不要变成叫人变成奶绿，大家不是都奶绿吗？然后再来第8名是 Hanna， 谢谢 Hanna 奶绿，直接变奶绿，超好笑。今天开始。所以多了一个马甲可以用，大家以后去别的台就可以后面挂个奶绿。大家今天喝奶绿了吗？我以后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那种迷你康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自我介绍前面，大家今天喝奶绿了吗？超傻眼。月月奶绿里面才没加熊猫珍珠，可爱。熊猫珍珠大概要找手滑哥支援。再来第7名是高雄奶绿，高雄奶绿，谢谢高雄来奶绿，好开心哦，全台各地都有奶绿支援耶，谢谢奶绿。再来第6名是傅伟，为什么变奶绿？谢谢奶绿伟，谢谢。再来第5名是快乐爱奶绿，耶、yeah, 快乐爱奶绿，祥玉奶绿，祥玉奶绿，听起来很有气势耶。
之后会常来看，我叫呱呱。好的，呱呱，要常来看我哦。再来，第四名是装奶绿，装奶绿，装奶绿。希望你喜欢我刚送你的图哦，装奶绿。从今天开始不装水，装奶绿。然后再来第三名是小二，谢谢小二。然后，小二是奶绿吗？小二奶绿，小二奶绿。听起来很厉害，奶绿喝起来，大家今天喝奶绿了吗？奶绿喝起来 ，miso 奶绿感觉有点恶心，我也觉得。小二来杯奶绿，再来第二名是奶绿神态耶，奶绿神态，可以点化了，可以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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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第一名是志伟，等等，志伟，你的奶绿去哪里了？志伟，你的奶绿呢？米手奶绿听起来真的很恶心。Yeah，Hello 西谷米，嗯，你是马婷吗？你是马婷吗？马婷为什么变西谷米？说好奶绿呢，为什么是西谷米？阿潘，这个时间你要下次画吗？目前是还有两张，有 Happy Love 跟朱里恩的。朱里恩现在还在吗？好像没有看到朱里恩欸，今天。哈哈，掉鸡狗鸡奶绿，好烦哦！今天的排行听到我都乳糖不耐了，突然肚子痛。西谷米奶绿，好，好多了，好多了。想欲变银杏奶绿，我觉得你看起来像青苹果，你讲话方式应该蛮像青苹果。怕你太晚，想说早点休息，还好还好，刚念榜的时候在吧？咦，不知道啊，那怎么办？不行，我今天先把快乐爱的画完。快来，来点图。阿潘认错人了，不是吗？有了有了，最爱 TTP 奶绿。可是周同学明天不是要上课，没事没事，没关系。我想点画，想要阿潘帮我画小二的头贴。好啊，可是小二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这边的排行榜的礼物都是下一次才能领我，因为主播每次都太晚念榜的关系，所以下次可以来领奖励哟。什么？真的要画甜甜圈吗？现在怎样？自律。下次来领奖励，谢谢小二。他说我要画什么？阿潘认错了，他到底哪一个是真本尊啊？等一下，什么？不行呀，感觉有点太晚了。那我这样就只能下次画嘞。只要我下次画五张，哇，嗨起来！下一次就是从开播画到关播。从一开始画到最后，那我先写好下次要画的朱里恩跟快乐爱。嗨，我写起来了，还是平日先画个一张之类的，可以啊。笑死，搞混了，我真的搞混了，现在到底是谁？对哦，米手奶绿，对哦，米手奶绿。可是不要啦，我真的觉得不要啦，不要，我觉得先不要，我觉得先不要，我不是很喜欢，对，先不要。可是觉得你平日应该也没很空话，应该是还好啦，还好，还行还行，主要是我要记得，耶嘿。那么下次开台一样是礼拜五晚上哦，如果没问题，就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会是下就是礼拜五开台这样。阿潘是不是刚说一下，做了阿潘要去睡觉了，阿潘要去洗澡睡觉呀，然后把等一下，可是我奶绿还没喝完，我奶绿还没喝完。奶绿还没喝完怎么办？你们要来一点吗？
자바긴후大家자바긴후用画画跟大家说再见，今天直播精华差不多就这样。耶、yeah, ！我还没有打地狱级，来不及打地狱级啦。话说，哎、欸，我还没有跟你们炫耀，我把钢之炼金术师抽齐啦，五克玩家、零克玩家抽齐啦，耶、yeah, ！拜拜。真的假的？对，我抽齐了，抽到了两个弟弟，一张哥哥，五克齐全了，超赞。开花花，今天也要开花花，明天也要开花花。大家巴布，花花说拜拜，拜拜，拜拜。